有份拍摄剧集《宫心计》二心公计嘅 Sharon 就透露，嚟紧有份参与 TVB 节目巡礼嘅活动，觉得好开心啊！我喺 TV 成長噶嘛，咁嗰陣時就會幫手一起拍下嗰啲出年嚟緊嘅節目啊咁今年咧就雖然就未去即係拍得出年嘅巡禮，但因為嚟緊心宮就出年會播啦，咁所以就有被邀請去出席，咁我好開心咯，即係好多年冇去到，咁啊見翻好多朋友咯會。而家感情上面會唔會都有啲時間咁樣咧？唉，真係好忙講真，真係其實係忙嘅，咁但係就感情都有了解中嘅，咁但係就即係如果朋友問到，咁我又唔會話避忌嘅，但我又唔會特登大肆宣揚咁樣咯，因為我自己會採取比較低調嘅做法，因為可能之前試過唔低調啦，講啦，又好似個結果都好似唔係咁好咯，咁所以不如低調啲啦，保護下個戀情。其實係需要嘅，我覺得。不過當然啦，都係睇翻雙方嘅接受程度係點啦，咁樣。